Eru, ero, ero, eru, e, ero. 晚安。对，日本国家队 ，yes。错的哟。晚上好。晚安，晚安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听得到吗？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听得到吗？没有人回答我。听得到哦，晚上好，呀吼。眠む。通常以怎么感觉怪怪的？为什么怪怪是为什么怪怪？这是2002年的时候的衣服，所以现在已经没有。草莓酱晚安。对啊，是2002，对，大概，我记得是很久之前的，他已经不在啊，不是，他已经不是日本代表的人，代表，买一个那个，我国小的时候，我生的时候，谢谢送我来见到，中村。違うんだ。こんばんは、久しぶり。こんばんは、メリン。晚上好、晚安。大家晚上好。谢谢、リン MJ さんのメイコへ。こんばんは。ジョン・カナ、ズ・ジョフォン。对。因为找到这个衣服、看到这件衣服、然后我想穿。晚上好。之前去日本有找过，真的没有，对，是真的没有，已经没有，不应该，我不知道，如果网络上买到了，有可能就是别人买，可是可能很贵，我不知道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今天的刘海很奇怪。很累很累，谢谢送我咖啡图，谢谢本是世界牌 ，yes， 队长今天生日哦，我知道今天是米亚比酱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，可是他不在，谢谢送我草莓，哎，今天我们一个。很可爱的面膜，哎，等一下，哪里？你得，今天买面膜，我喜欢敷面膜嘛，然后你得，可爱不呢？这是草莓的面膜，然后这是日本的啊，不是福冈的草莓 ，yes， 很可爱，对，我找到这个。サムライジャパンじゃない、ナス番長吧。谢谢小鱼追踪我。七二了，大家晚安晚安，谢谢送我 kiss 啾啾。买个我吧，美丽满18岁，第一件是想做什么？我们？18岁嘛，喝酒，喝很多的酒，你看我不太喜欢喝酒，觉得以前的 logo 比较好看，真的吗？等一下回来先去找米亚比，好吧？
二十九号是谁呀？稲本なんだっけ？忘记了。稲本和樹さん？忘记了。他已经不是日本代表了，他已经应该老吧？对，他不，已经不是日本代表了。谢谢送我草莓跟爱你哟、哦。ポケナカさんやほ、シャツ、わかんない。这个名字超好用的，我自己也买一。哦，真的吗？有人喜欢自理的。Yes, yes, yes。没有，就是在，没有，就是这个在台湾有卖。今天去，对，逛街，我找到，很可爱。很期待，很期待，怎么样？怎，对。谢谢送我咖啡豆，嗨嗨，米勒酱一壶，喝酒，好傻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吗？那还有做什么？等一下，18岁可以做什么？其实没有什么。谢谢ボケナカさんの礼物。哪有完蛋母弹？ウルトラマン29番誰やっけ？稲本さん。そう、稲本です。我之前去日本是买蓝色跟白色包子啊，那个也是在台湾有卖。喜欢喜欢，最近有很多种的，对。然后这个来开心开心，而且很便宜，这个很便宜，但我觉得很好用，对，所以。推荐，如果会用面膜的人，烤鸡车也是可以。他们第不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想做的第一个吗？想做的事情，烤那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可能18岁还没包，不敢，我不敢。么、嗯、用刘海用刘海，こんばんは、喜欢丑一的，我看了不会念，不会念，不会念，不会念。然后大家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对。诶，其实我还要继续抖音的活动，然后这个活动是，诶，我真的很后悔，诶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最后发一个的那个影片，那个现在很高，但是突然很高，我吓到，昨天中午的时候看那个影片，他看的都嗯。大概3000集，然后现在已经14000了，很吓到。但是那个不算，对，之前的已经不算了。诶，用开始清点到，等一下哦，我记得没有很久，清点大概2个礼拜，一个礼拜，清点到5月2号，下礼拜六，所以只有一个礼拜。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就是跟上次一样，上次一样的感觉，就是按赞、按爱心跟分享。对，只有一个礼拜，然后这个活动就是，成绩前8名，第八，对，成绩前8名。可以上舞台表演，对，对，就是我真的其实没什么机会想要，第八名有一点难，可是我会努力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的话，继续分享跟跑前8名，你说那个对。而且，想要不要上抖音？
美玲不是要推荐我一部日本电影吗？诶，对，诶，对，诶，对，我忘记。对，我也昨天跟日本的朋友一起聊这件事情，推荐的就是电影嘛。等一下，等我。私が好きなのはね、其实有很多，但我看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，因为日本的嘛，有一点。你喜欢什么样的感动，还是很好笑，还是什么？还是可爱恋爱？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有几个推荐的。好多好多。等我一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何の舞台に出れるの？今番組のやつに参加してて、番組 DD 嘘で、その中で表演をするには、8位内にならない、8位にならない、8位内に入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。53？ 52？ 52の中で8位。但其实已经50个人里面很多人已经就是很多粉丝的人，对，所以有一点难。但我会努力的，对，可能我要发一下很好笑一好笑一点的。こんばんは、私はみ、え、絶対さ、あれじゃん、ブラックビートでしょ。違う？不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尴尬。小金拍，哎，小啊，小金柏林也有，没有，只有柏林跟汪汪。恐怖？你喜欢恐怖片？我跟你说，不太会看恐怖片，知道吗？我真的不会看恐怖片，真的，对不起。那不是恐怖片，哎，这个我之前有在这里讲过，然后一生到底吗？这个是有一点恐怖，有一点甜，就是 zombie 忘记了什么是僵尸吗？我忘记 zombie 的电影，但是。我觉得对，那怎么念，忘记了。然后我觉得很好笑，僵尸，カメラを止めるな，这部电影很好笑，很好看，有一点可怕，就是僵尸会有僵尸，但很好笑，但有一点恐怖，对，一生到底。一师到底，对对，这个很好看，对，可以去看看，我很喜欢。要么就都キモい，恶心，不喜欢僵尸，不恐怖吧？对，也没有，一开始我觉得可怕，因为我不喜欢僵尸嘛，所以一开始觉得有一点可怕。但可怕里面有很好笑，然后后来都是很好笑的，对，看一下，对，看看，谢谢追踪我。哦，你今天有化妆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最近每天有化妆，知道吗？哎，最近有在直播的时候有化妆，但也没有很多，一点点。
我特地换了这个头像，你不用5秒就知道。我厉害，我很厉害，我太厉害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，今天开始看青春有你，two，那个我很喜欢的韩国的偶像是老师，所以我去看了，真的很厉害，他很厉害，我很累，我很累，我不想做一次，很累。誰？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。好，很累。晚安，晚安，Lisa，对，Lisa，对，Lisa。Lisa，啊，谢谢送我枫叶。桃花哥晚安。抖音为什么我？你找不到吗？你要走桥上美丽就找到。对，找不到吗？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你去我的，你查我的 IG，然后 IG 的。这里有，然后可以发上去 ，ID 吗？等一下哦，我打一下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不是，Mayday 的中间是天，不是那个。Mayday 讲今日还是那个今日呢？12点，很晚。他突然说台湾好不习惯，虽然知道他是台国人。我很爱看第一集，我看第一集的一般。我今天去学校上课的时候，去上学的时候，在捷运站看，なんか本当にかっこいい。もう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用手机看，还是会想，还会还是会感动，也还是会想哭。他的表演很厉害，而且他讲的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。心に響く，我只有看他跳，还有 SH 前远的部分而已。然后咯 ，Lisa 的跳真的很厉害，就是然后青春有你，就是 Lisa 会讲练习，他在练习生的时候的。神火真的很厉害，他是他说从12点到晚上12点大家要练习，但是他会从12点到早上三点4点都一个人练习，就是真的很努力的人，会很好，对，我妹妹现在每天都在跳 Yes OK， 那个很好，很可爱。
美丽看了，你刚看了一下，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マジか。ごめんなさいね。ブラックピンク、我要听ブラックピンク的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等我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！啊！我知道为什么卡，快没电。好，应该可以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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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性的抖音片可以摆迪丽热的开场，我记得可以摆啊，真的吗？好，我会摆，好吧。好，对不起，应该我快没电，所以对卡了。那今天聊什么？哎，我想说，我也想唱《我是哥哥》。好好哦，马友跟 Luca 已经去了哥哥，只有我没有。你今天不想睡哦？我想睡觉，我想睡觉，因为没办法，就是没有时间。四个礼拜没有时间可以拍投影啊，不是投影，可以开直播，所以对。又快有趣，对，只有我没有。对哇，卢卡多上节目了，几乎只有我没有，忘记他忘记。我的身在，好吧。一定有机会。好，我会期待。而且那个节目好像有跳 BLACKPINK 的四首歌，好好，我也想，我很喜欢 BLACKPINK， 没办法去，好难过。很好听，四首歌很好听，好像有推手。好好，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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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 ，I love you， 好好，那个很なんだっけ，懐かしい，很怀念，很怀念的东西。我在我国校的时候去朋友家玩那个。
一般的还有项链的幸运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有有哎，很久之前的，而且他们玩的很大的，很看起来好玩，想说要不要买来玩？买什么 V 吗？喜欢，真的喜欢 BLACKPINK， 大好き。我想牵他们，好想牵他们。我真的很喜欢。以前ヘビロテ的在 SEGA 的 Arcade 场面。哦，真的吗？很冷，今天十二点真的不想，好想睡觉。喜欢这里，好看。晴天很像台湾的空天，真的很，真的很累啊，不是很累，很冷，不喜欢很冷的，真的不喜欢。也不喜欢下雨，这礼拜工作比较多吗？对，工作跟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。对，棒棒呀！嘟嘟嘟嘟嘟，感觉美丽 P 哎 P D 录音好吗 ？P D 是什么？昨天在车上开天窗吹呼，结果下大雨天。不喜欢，真的很不喜欢下雨，不好啊，不喜欢，真的不喜欢。蹦吧呀！呀呀呀，蹦吧呀！呀呀呀，蹦吧呀！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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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蹦蹦吧，蹦蹦吧，欧巴！滴滴的车，有一点一点一点点，还好还好还好。蹦蹦吧，蹦吧呀！哎，我在想，我想说，最近因为很多，对，我就是直播的事情，我在想，最近，然后怎么给上下期福利？
我最近因为没有时间啊，一个礼拜的时间真的很，就是很多事情要做，然后还要加上直播要开一个礼拜三个半小时，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在想一个礼拜一次开三个半小时，还是因为我不喜欢两小时跟一个半小时，因为没有滑地嘛。没上滴滴的时候会紧张吗？不会，知道没有像韩国一样要出一集，感觉更累。对，但其实跟韩国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规定都不一样。对，我好想上健身有你，好好。大家如果我一个礼拜一次开三个半小时会怎么样吗？还是我，你们觉得我不会吗？我想说一个礼拜一次的话可能有很多花地嘛，因为有六天不用开直播，可以讲六天的事情讲三个礼拜，三个半小时。可是两小时跟一个半小时的话就对，有没有滑地，然后一个半一个半，一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话，我会啊，没有时间，最近没有时间，小姐也好，所以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意见？我怕，对，我怕三个礼，三小时会不会很累？可是我想试试看，但有一点可怕。对，三小时有一点可怕。是的。从哎，等一下。可以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哦，日本国 ，yes， 小金叶。我喜欢深蓝色，上面有小彩点的。不是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我怕，我很可怕。对，我很可怕，有一点不敢。我有想过，很久之前的时候想过，然后不敢。你很可怕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就是我要开直播，我要一个礼拜要开三个半小时，规定，对，一定要开三个半小时。然后最近一个礼拜就是没有时间，现在都是一天一小时，一小时一小时一个半小时，然后你会害怕吧？啊，什么啊？害怕跟可怕不一样吗？对不起，米蕾讲空班了，空班了。我真的我不知道，三个半小时，一次开三个半小时，会不会？可能会睡着，睡着，可能会睡着，是吗？一次上个班可以，可是真的很可怕，我不知道怎么样。
Let's go. 不过起的成员最高好像就一次两个小时，真的没有吧？阿胖跟瘦吧不是很开很久吗？他们开很久。棒棒棒棒棒！あなたジャックアタックが大好きですね。好看吗？喜欢喜欢。如果太累了的话还是两边，其实我两边都是两边很累，就是两边的话，因为一个礼拜要开两边的话，两小时一个半小时嘛，然后中间的时间没有做什么，就真的没有花地的一个礼拜，对，我不知道，还是只还是一个半一小时一小时一个半是安全吗？最安全吗？刚好一般。星期三跟星期六两天如何？星期三跟，所以中间有三天的意思吗？三四天吗？是安全？嗯，我不知道。怎么办？其实不想开直播，想开自己想，我想要自己想开的时候开。谢谢送我玫瑰。没东西聊也没关系啊，直播，我应该也会想看。是你，只有你是这样，其他人不一样，知道吗？而且因为我最近直播的成绩不好，对，这是我的，真的不好。成绩的，直播的成绩会关系那个城市成员跟，选吧，很有关系，所以最近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怎么可以更多人会来看我直播，然后很多人会给我礼物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 iPhone SE 新我免疫上换吗？已经那个我已经修好了，所以没关系。但有一点想换，但没关系。谢谢送我玫瑰跟樱花雨。真的不知道，马友已经买了，对，马友买了，对，所以马友也要换 iPhone 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对，他家
那如果大家不是我的粉丝，但还是会想看的直播是怎么样？因为你们是我的粉丝，所以会来看我直播，对吧？SE 很小耶， SE 跟我的一样， I7 跟 I8 对一样，那是 I8 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也没有很小，一开始觉得很小，可是后来觉得刚好。对他，对对对，大家怎么样的直播最想看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索尼支持，我手机高中第一次就是索尼，所以你永远都是索尼吗？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放 iPhone 就不会回去索尼吧，我不知道。唱歌和念故事诗。故事诗是怎么样的？看有人半夜这样的也很多。故事诗怎么样？因为唱歌吗？不带我不好听，所以没有自信，没有可以不会唱歌，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唱歌好听。对，我一直永远说你没换过别家。get it， 应该是跟朋友聊天的感觉。嗯，我喜欢葛梅丽，真的吗？谢谢。但是还是我的直播的成绩不好，因为直播是跟粉丝互可以聊天的地方，但还是公司人会看。成绩嘛，就是直播的，所以还是要换一下直播的感觉，不然我真的这样一直下去，我真的完蛋。对，用过 iPhone 真的回不去其他，对，真的不行，因为我觉得照片、影片比较。念故事书之前，有人是念福尔摩斯，加一些翻译，就是他在念那个台词的感觉吗？是吗？哎，今天看美丽五十场了，好快！五十场什么意思？哦，五十场什么意思？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五十字真的吗？おめでとう。对，我虽然觉得他念很乱，但是很多人看。为什么？なんで？我现在用心。我要念什么？真的我找不到直播的直播。怎么办？我想很久，然后永远啊没有，我一直都找不到反思，是真的找不到。应该是说，我觉得没有新的人没有来看我的直播的感觉，新的人。晚上好，六六晚上好，感觉每次都来看的人都是固定的。我现在用习惯 ，Apple 叫我要别的，我也用不习惯，真的，我完全不会用 iOS K， 我一开始也没有。很没有很会用，我也不能找其他成员吗？不然可以找人一起播。我有播过，对，我有试过，也没有很好。对，
我有跟马有汉念娘银爵有开过一起直播，也是没有，而且最近没有时间可以去找，对，没有时间，这个也有问题。我最好用 Windows， 其实我爸爸跟我的家人一样，我是新加入的、啊，加入什么？对，小尖，对，小尖最近常常会来看我直播，好开心，耶、yeah ！谢谢送我玫瑰。好想看梅林跟马友合体，你没有看过吗？但就是我跟马友一起吃过的，就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会讲日文，我跟马友平常不会用中文，对，所以如果就是感觉会尴尬，我们会尴尬，然后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家日文也大家都听不懂，有些人听不懂，所以对。想到新欢吗？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不然呢？我想要很多人喜欢我，还是很多人关注我？对，抖音姐跳踢，懐かしい，很怀念，跳舞马拉松合作。马拉松，跳舞马拉松，或者直播做东西出第一时候看到你们成员，啊不是是东、嗯、做东西吃东西，啊这个也我也有想，对，这个我也有想，それはありだよね。但感觉是那个我加入我直播的人，就是很就是都是 TDB 的粉丝，还是我的粉丝，我还的感觉就是不会新的人来干的感觉。我是看你跟一姐跳的，才第一次认识，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可能要像快闪火唱小之类的才会有新欢吧。所以我在直播的时候不能没有新欢吗？不能拉新欢吗？好吧，也有，也可以啊，也是可以。对，可是跟卢卡也是，我会讲日文，不会用中文。有看过，卢卡可以跟梅林一起，可是卢卡的家很远啊。卢卡来我家也的话还可以，现在新的。的确比较困难耶，因为他家各自的对了，也是。但是我想说，不是 TDB 的也可以，就是只是看随便看直播 ，run live 的直播 ，run live 的直播，然后发现我，因为之前我开 showroom 的时候，他完全不知道 TDB 的存在，然后刚好来看我直播。他就变成粉丝了，对，想要这种的感觉啊，要好奇，而我同学，变态的同学，很变态的同学，谢谢送我玫瑰，然后他等一下跟我说我没剪了。马拉松就是全力跳游的时候，啊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英爵很喜欢我全力跳。我之前在 TB 村的时候，在那时候，我给他干全力跳。那个恋爱幸运饼干，他一直笑，然后他很喜欢。可是那个韩丑，真的韩丑，不是偶像的感觉。只要有信任，就好。
也是，然后他就会喜欢上我之类的。对，我想说应该每次都是一样的嘞，叫那个为什么我在开直播的感觉。谢谢七楼的玫瑰。谢谢送我樱花雨。你不是都说齐尔很凶吗？我之前说，因为他太爱银爵，对我很凶。然后，但他有时候对我很好，然后后来现在对我很好。我今天跟他一起去夜市，他之前，我每次都，我一直跟他说我想去夜市，他说不想。但今天他终于陪我去夜市了，很开心耶、感觉让 live 的热量也不多，真的。我想说啊，不行，不能这样说，好不好说？我不会讲，对不起。我会推荐我朋友给美玲，真的吗？是，你也是最近常常来，常常会来看我吃过的呢，不是吗？因为你之前都是去麻友的地方。假如你粉丝多有一点礼物就会出现了，那大家可以多一点给我礼物吗？大家可以给我礼物吗？那我问你们，怎么可以给我礼物？直接问，我直接问好了。怎么可以给我啊？谢谢，谢谢送我幸福光，ありがとう，谢谢你喜欢幸福光。西野未姫的那种吗？真的很好笑。西野未姫さんの啾啾啾，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那个，他真的对我，所以我我。上礼拜啊，没有，我很久，就大概一个月前的时候，给银爵看我跳的那个西野未姫さん，像西野未姫さん的跳舞，觉得很好笑那个。我不会，我忘记了。Kiss your don't be gay， 他是这样，我觉得很好笑，然后这个很好笑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我看。因为我要跳啾啾啾嘛，那时候，所以我想学，就是他们怎么跳。然后我看到你写的 Miki 上，我真的很好笑。我知道他会全力跳的人，对，我之前看过，但我第一次看他的啾啾啾，我就吓到了。打算去妹妹陈月的直播帮你宣传看看，他们的直播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什么意思？总是会敲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不懂。美玲，是我去买友的直播，我常常去买友直播的时候，我看到你，我都会看到你，我都记得你的名字。然后他说，然后你最近上礼拜吧，你最近常常会来看我直播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其实我慢慢，就是一个粉丝会来看，常常会来看我直播，但还是很少，其他人都是。很多不太喜欢让人热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奇怪的人吗？动作很大的那种，对，猫眼很好看啊，这样吗？不行，你该这个风格跳，感觉会很好看吗？那。不是很好看，应该是很好笑，不是吗？朴信也抢戏，
谢谢吃耳朵的玫瑰。你编成权力跳舞风格应该会很好笑，我也觉得很好笑。还是我要这种的风格吗？我要改吗？因为感觉现在没有到权力的人，对。但我的权力太夸张，我的权力跳很夸张的那种，可能舞蹈老师说你太热力了。他们的是另外一个软体，最近他们明天冲圈，应该有空看。他们用什么直播？用什么 APP？我最近在是 QQ 团里的舞好难，你在学这个？我也不会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忘记了那个唱那个歌怎么样？忘记。谢谢送我 Love You， ありがとう，很可爱。对，让超多快人的，没关系，快人也喜欢上我就好。当然我最想看到美玲本人，下一段握手会找你，教你一些台语。好的，我等你耶。谢谢。但我跟你说本人不好看，我觉得因为我想说艺人都是本人更好看嘛，就是看照片比照片很好看很多，然后我是不一样，我是照片比较好看，然后本人不好看，对不起。不是杨丞琳，是那个，不是杨丞琳老师，不是。他们用枯木，没听过，也太普跳。会喜欢怪怪的美女，刚刚好，对。谢谢送我礼物，ありがとう。谢谢送我告白气球，我刚刚没有发音，对不起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。对了，美玲本人一定好看，不要期待，不要期待。李彦瑟的照片明明很帅气，但你自己觉得很，真的不好看。没有，我觉得，不是两个人吗？有两个人，就第一张我觉得不好看。那个刺里的头发看得透刺里吗？不好看。我觉得有刘海的很好看，然后风我的风这样，然后我的刘海片这样，不好看。白人白，真假的照片比较好看。照片比较好看，对，对，我有近距离看过美丽，然后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照片比较好看？是不是那个照片好像陪踢球，弹配音乐？谢谢，托莫桑的，啾啾，怎么有？这里很多很多，可能每天，结果是不，不要让自己觉得不好看。我觉得照片的我好看，我自己觉得照片的我很看。我去年有近距离看过美玲一次，那怎么样？是不是照片比较好看？有一点不一样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一样是什么？什么？不一样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近距离有一点不一样，不一样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老师说我忘了，我手会再看一次，你忘记了，好吧，没关系。
但是上次我手绘，我前女友握完你超开啊，我吗？他们开心。哎，我想说你的前女友，我看到，哎，我第一次看，也不是第一次，我想说，他是第一个排队，他的那个，很浓欢迎，什么，很可爱，我笑，我真的很可爱，我也开心，有人看到我就会这样，我真的开心。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是，其实我知道他的存在，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后来看到他的现动就知道，哦，他是很可爱，有一点可爱，什么有一点可爱，不一定的地方是更漂亮。对的，我听我同学常常会用。你就说你文文超可爱，真的吗？谢谢。我自己觉得我的脸比较女生会喜欢，我不知道看到吧。好想见到美女，六月很久，真的很久。他日文超好的，跟我不一样。对，真的，他真的可爱。我想吃野果，他不会的，不会吃。不行，现在不要了，奇怪的声音。而且正式的出现在面前，感觉超感动。真的吗？他 N1 哎，厉害！美丽还在读书吗？对，我是高二，但其实台湾的高三，呵呵，希望可以顺利见面。现在只能看直播，好痛苦。我也是，我们努力。没有，我们努力也没有意义。对，我们努力也这个亲什么这个不会拼就不会不见。对，大家加油，希望。是，对，哎，お願いしよう。我前女友前一辈子很喜欢用日文的语言交友软体问人他是哪里人，用日文的语言交友软体是什么意思？问人他是哪里人，语音叫网络上的图库内可以聊天的 APP 啊啊，我知道，就是那婚格子 APP 相亲吗？相亲吗？可以直接说话聊天那种的哦，是相亲，那就是聊天，跟别人聊天。
他都进去说日本的，难得为什么？也不算相亲，就是交女朋友那种的。なるほど。わかったわかった。出会い系アプリね。なるほどです。そうそう、出会い系。太喜欢要人家猜他是去日本哪里啊？猜吗？なるほど。原来，哎，我也喜欢这种的，我喜欢猜别人的喜欢的人。我喜欢朋友，我喜欢。晚上好，小何何，晚上好。说到这个，我之前也很喜欢用英文在软体上聊天，不会英文，而且他都上网学一堆 JK 语。那你会吗？不会。回来，我现在只会一些関西弁。啊，そっか，好，很厉害，我不会用英文。我也一些関西弁。我跟马友是不懂的那个，不懂嘛，讲不懂的讲话嘛。他是大阪讲，然后我是福冈。然后完全不一样，我很喜欢就是大阪的讲话跟福冈的讲话怎么样，常常会跟马友说会讲会聊这件事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完全不一样。而且関西弁关西弁好难，你是山梨？不是，我是福冈。我认为海蝶老师可以跟马友学大阪讲，大阪很难，大阪讲很难，福冈就好，嗯，福冈，福冈可爱，福冈最可爱，大阪那么给，不行，很难，那个真的很难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多少钱的日文？いくらですか？いくらですか？鹿児島ね、鹿児島也有一点不一样。おい、石川弁？どんなの？どんなの？还有什么车站怎么去之类的？去旅行的时候会用的。福岡県民可愛い、それな。其实我觉得。不用学，保持原本的样子才是特色。还有可以跟我合照吗之类的，就是真的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会用的日文是吗？七吧，那边没有，那是朴槿鱼，那边是朴槿鱼，对，七八県跟千叶跟东京是朴槿鱼，对。あ、福井。なんとか食べ、なんとか食べ。我不会。あたし、あたし、なんとか知ってるやろ。我不行、我不会。なんか、無理。
好像是ごめんの跟ほやの。哎，对，我有听七幺丹，面白いよね。小山方言。其实你们知道，哎，你们知道村在美林语吗？村在美林语。例えばありがとう、あんやとっていう、あんやと、あんやと。啊，哎，可是 JK 会あんがと。哎，是福冈吗？这是福冈吗？我不知道。福冈会说あんがと。あんがとう、あんがとう、あんがとう言う。あんがとう、あんがとう。还有野球用语，我也会，因为台语的野球用语都是哎，真的吗？什么 pitcher、catcher、batter、ball 之类的吗？第一次知道，就能懂。他家可以学美玲语，但美玲语去日本也不会用。No my 不要在意 ，No my。其实很自己出，你要考哪个多点？我想。机车吗？摩托车，基本上都一模一样。对对，这有些真的很像。catcher， 好难 ，catcher 難しい。我今年会报名考机车，哦，真的吗？加油，加油！我都用这个理由强迫自己学台语。你给的，你直接学日文比较好。一起听这首歌。喜欢台语一点，为什么？美玲投影好看，真的吗？对，大家投影会继续哦，大家投影会继续，清点12点开始，是清点吗？没有，清点开始，清点到一个礼拜后，就是下礼拜六。下礼拜六，对，大家还要继续分享抖音，按爱心。我以为结束了，还要拍，好吧，我会努力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吗？对，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我的。哎，帮我分享我的直播也是对，直播 IG 抖音，还有按爱心，但是之前的都不算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，明天吗？可能明天的，对，从明天发的影片都要按，可以吗？我喜欢怪怪的影片，真的吗？你喜欢像上次的影片吗？大家真的我很开心。上次的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按，然后那个发那个影片后，200个人追踪我，200个很多，但他们没有追踪我的 IG， 好难过。
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样终于越来越注视你的美丽，谢谢，好开心开心，真的开心，每一天好可爱，真的吗？大头贴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哎，感觉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是你的感觉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这个不是你，一定不是你，一定会来，谢谢。啊，穿的多一点好了，好吧，好吧，我现在大三了。你是大学生啊？对，啊是哦，啊对，大家都喜欢怪怪的你，耶、yeah! ！然后呢，我昨天问朋友，我问朋友，我要改哪里可以吸引别人，就是问朋友我的不好的地方，他就说我的笑声不可爱。我的笑声很奇怪，所以他觉得我的笑声很恶心。这个哑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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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妹拍一遍宣传这里的直播可以的话，谢谢大家，帮我宣传，帮我分享。마지막사랑이마지막쳐러嘿，마지막쳐러，原来是笑声，对，我笑到了，我跟他，我以为是会那个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对他说我的笑声很奇怪，很恶心，其实很多人跟我讲，其实最近工作人员也发现我的笑声太奇怪。而且两年前我的头发还没有很长，真的感觉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，恰恰的关系。那你可爱的笑一下看看，哎，真的不行，怎么样是可爱？哈哈哈，哈哈，面白，很好笑，哈哈哈，这样吗？还好吧，太可爱了，听久了很恶心，而且恐怖。很多你乖，真的很可爱，还是我很奇怪，所以可以接受。应该我最奇怪，我那个时候是在台北大学的野酒校队，すごいよね，厉害厉害，现在没有嘛？美玲的笑声是，这是什么？怎么念？和一吗？怎么念？嘻嘻嘻吗？你还是原本笑声就好了，好吧？那笑声真的很奇怪，你可以问马友，你还是会去原本笑声，还是大家都说原本好吧？而且我觉得尴尬的很恶心，现在没得说，你都没有运动，越来越胖，然后。也没有，其实菜市里也没有，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我的最奇怪的笑声，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还有什么？然后我很喜欢魔幻别人，小金很喜欢魔幻那个手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很厉害，有一个很厉害的，然后我喜欢模仿别人的讲话，然后我在跟同学走路，然后听到比较那个不是普，就是有一点奇怪的讲话的人，不是有吗？不是有一点怪怪的讲话的人，然后我一直都一直都模仿，对，封手机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对那个，我跟云雪一样体重耶，对他太胖，对云雪真的很胖，嗯，可以跟大家讲，没关系，对他真的很胖，越来越胖，
但我想，我觉得我上礼拜摸他的身体全部，就是背面，从肚子到后面的都摸摸摸摸摸摸摸，然后真的都是肉，都是肉肉，没关系，过乳式了吗？他还没，还没，就是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快了，我不知道，没有没有，他说还没。他还有呼吸吗？嗯，我觉得没有。嗯，我不知道，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他还好，但他弱弱，他没有这样啊，他没有，他还是瘦，但是就是还是有弱弱。嗯，对，快，很多人快要加入乳师，知道吗？然后他就知道易云已经离开了乳师 KG， 知道吗？易云变瘦了很多。云姐吃胖一点，我才能多吃一点。哎，云姐真的吃很多，我不知道她，我觉得她一直是。哎，对，学校我们班有一个规矩，然后有一个人一个的小小的规矩。然后我问云姐有没有吃东西，她就说有，然后我去。然后他就给我看他的柜子里面都是零食，全部都是零食。对，还有5分钟，还有5分钟，所以觉得要完美服。默默应该，啊，谢谢 Dead 三的高白鸡脚，谢谢。有人要加入60？没有。反正默默应该的衣服了，对，默默感觉越来越胖，我不知道，这不是变胖了，有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很多人变胖了吧？太方便了，对。然后今天我跟朋友一直说，你有带吃东西吗？然后在后面银姐教我。咪咪咪咪，然后看他就给我巧克力，他都有吃东西，结果一点就放弃了。一群仙还说不喝饮料了，饮料真的吗？对他真的一直吃东西。最近练习不是很累吗？最近练习很累，很累，傻眼。对，他很温暖，但是还是他一直都他的手上有吃东西。但大家以为我没有吃东西，可是我有吃东西，我也可以，可以去，温暖是日亮的意思吗？是，很好笑，对，日亮的意思，对，对，就快到美人生日，还没，还有两个月，还没，哎，但还是还有两个月，很快，还有两个月我可以18岁了，好开心。谢谢可爱さんの礼物，ありがと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我问你们，哎，我刚刚讲那个全力跳舞的事情嘛，我在想要不要再直播跳一下，用 AKB 的歌，然后全力跳舞。啊，可是我怕他家都讨厌我，还有2个月就18岁了，很快耶！每年18岁都是小妹妹，什么人？可以啊，我好期待，好啊，可以吧？真的吗？可是有可能他家真的很恶心，才不会这样就讨厌好吧？
有些粉丝说，哎，我哎，跟我想的美玲不一样，所以我要离开你的地方，拜拜。给粉丝点歌，当然还我要学 AKB 的歌多一点。对，我现在只会唱迷你控的时候的那个歌，要不然我会失踪。不行，谢谢送我 kiss 啾啾，也可以用 AKB 的歌拍抖音，也是可以的，可以宣传。会有点这样，那他一定是假粉丝。好，对。美玲跳得很阿不一样性感，有吗？等一下，可是我跟你说，全力跳得会不是性感哦，也没有很可爱，就是很丑的那种，就是很好笑的那种。先带你们吹生日卡，哎，我希望，因为四五月的他家直播生日会嘛，好可怜哦，希望。希望我们可以开生日会，你喜欢没给之前那种，对，猜直播的时候，那全力新港合伙也可以，可以试试看，就是站起来比较好，站一下，就是不要一直。坐下聊天，有线上的，希望可以去美玲生日会，我也希望可以见到大家。比较担心我写生日你会不会看不懂，看得懂，我不知道，看不懂的话给音觉翻译。谢谢大家写我的卡片，谢谢。希望有夜盘，不然有也不能参加。希望，我也希望他有哎，那五月的话不行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是现在是三月四月吗？所以可能五月六月吧，我不知道。有可能是美玲国文积分，哎，我没有看到，我今天睡过都没有去上，我有去上早上的没有去，我不知道国文吗？忘记了啊，应该二十多吧，28是吗？可是我有一个很高的啊，没有很高，英文啊，对，英文40，应该有52分，太52分，看ですね，有超客，真的好想参加，好想参赛。Yes， 用超客没有，因今天妈妈跟吉尔打给我，他们打20多次，完全听不到，完全听不到，我吓到，他们打一直打，从6:15到应该到10都一直打给我，20个，妈妈20，吉尔也20，然后。对，完全听不到，一个都听不到，很厉害。还好 Hello 晚不是你超贪心，我怎么贪心什么？美音不是 Hello 晚就好。美音，我看你睡死，不行。我真的睡觉的时候真的不好，知道吗？就是寝相が悪い，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睡觉的时候不会那个好好睡觉，就是我一直会动的那种。6点就打了，好早。对，我要 很早起床。寝た？いっぱい寝た。妈妈也知道你翘课，她知道，我有跟她讲，我完蛋，因为我真的不来，我快批不来耶，所以我跟她说我完蛋，可以打给我吗？然后她真的，她妈妈现在不用早点起床，因为她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，就是因为病毒的关系，没有不能去工作，然后
然后他，可是他会，他六点帮我打给我，但我一直都听不到，什么都听不到。说寝つきが悪い，对，睡也不是寝つき，不是寝相，睡相差是吗？睡相，睡相很差是吗？睡相不好，对，我真的很不好，对，所以不行。彩杰会比梅林聪明是，彩杰没有，彩杰真的很聪明，知道吗？他很聪明，我吓到了，我也是都要教人教很久，可以教其中两小时。我是六点到十点，工作便叫女儿起床。对，美玲，你爸爸应该也是有打给你，没有，爸爸没有，爸爸也不会起床的人，所以他不会。爸爸睡死了。日本起点哇，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！对对，日本菜，日本是起点。对，有时候我也好起床睡到地上，地上，我是没有，我不能跟其他人一起睡觉，因为我会踢旁边的人，很可怕。对，我没有感觉。瓜果叫小孩起床还是第一次听到，不相信。Hello， 李佳姐妹，美玲聪明，大家不知道我太笨蛋吗？美玲她也会睡。对，阿妈应该是有教你，她已经换季了，我阿妈换季了，她不会教我起床。我自己是腰力很难，睡着了不想起床。对，真的不想起床。睡宿舍的时候说那些是谁？哎，我不知道 ，injury 我不知道。哎，我是有哎，对呢。我记得就是跟我睡一两次很少的人的还好，就是第一次。那如果我跟男友第一次睡觉的时候，我不会提他，但是后来五六次，就是越来越习惯跟他睡觉的话。我就会踢他。对，有一个就是同学来我家，一开始他不会，我跟他说我可能会踢你，踢到你，但是他说前天没有，第一天都没有，第二次、第三次还好，然后第四次后来我一直都踢他，然后他起床的时候他在。靠墙那个墙壁，他这里有墙壁，然后他这样睡觉，对滑脸，对滑脸的，对。原来常常一起睡，没有滑脸妹妹之前很常常会来我家，对。银雪的闹钟是叫小金起床，然后小金菜叫银雪起床。对，真的，他们也不会起床的，对，他们真的不会起床。亲鬼魂，而且我会讲那个讲话，我会讲话，对。哎，我上次我忘记了跟谁。然后他跟我说，我一直都讲话，对，好久没听到华莲妹妹声音。美丽明天换教应该学到没有？明天要练习。美丽，对，我会那个睡觉的时候我会讲话，这个很不想，这个睡不好。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，好想录音自己睡觉的样子。好，我快要关直播，快关直播，快关直播。梦话，对梦话，哎，我不是，我之前有这里有人有听过吗？我之前有一个
有一个讲很好笑的，就是我国小国中的时候，妈妈爸爸听到我梦话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笑，应该在直播的时候有讲过一次，但我不知道那时候你们有听过。我是睡觉的时候会一直出现在家训参考，哎，我也会，我也会，我都已经不敢盯，太恐怖了。跟我睡的吧，的都说我把他们怪怪，不行不行，很可怕。有点晒，有点晒，我觉得很毛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啊，我要关直播，我快要关直播，对，不然我明天起不来，不行。像是之前说的晚期大部分的内容，我讲什么什么，很像很久之前说，对，应该很久之前讲的事情吧。感觉睡觉旁边有人靠着比较有安全感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美丽里面的练习跳舞那些不难讲，有很多很多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，期待大家，期待一下，期待下次的迷你坑。我是习惯抱旁边的人啊，也是会，但我看谁，对。好，一定期待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也跟我聊天，谢谢。然后大家明天开始一个到礼拜六为主，还是继续帮我分享抖音，我的抖音跟按爱心哦，拜拜，下次见，谢谢可爱子桑的礼物，ありがとう，拜拜，再见。またね，拜拜拜拜，下次什么时候啊？等下次，等一下哦，我会等一下。噔噔噔噔，下次下礼，嘿，啊，真的吗？下次，后天，礼拜天，礼拜天九点，礼拜天的九点。大家礼拜天的九点哦，后天，加后天见，拜拜，さよなら。你差点要忘记，对，真的我忘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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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不不不不不。